今日呢個鳥籠就應該打爛，呢個鳥籠應該打爛，呢個就打爛鳥籠。已經係時間，我哋俾多就係零七零八，我哋難以有新嘅民主進程。反對嘅請舉手。請放下顯示結果。出席嘅議員60位，贊成嘅。1位，由於議題未能夠獲得本會全體議員。